流行，但是呢，不能完全肯定。流行的可能性大不大？也不能排除。快点往西北方向看呐，一个大流星啊，老半天了，正正亮亮的。表面上看好像是天外来客一样，但实际上呢，还是让人有点疑惑。它的这个速度啊，还不像咱们平常知道的火流星那个那么快，应该还得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当时的这个气候啊，气象条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航空方面的现象，包括飞机的现象，飞行体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成分，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另外呢，还有的是太空垃圾，就是用一些空间碎片，然后它也可以进入大气层，有的时候容易跟这种现象混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排除一下。With lights in it, moving weird. I've never seen no shit like that. Cloud got sparkly lights in it. I've never seen no shit like that. Moving weird. Drones. Because something to do with Halloween. That's what I'm thinking. Could be drones. It looks like words.